Thank you.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慈爱天父的怜悯和保护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每位同在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阿们阿们如果你还有一些祷告上的需要、我们等一下、在隔壁的这个空间我们还是可以有差不多十分钟的祷告如果你还有一些需要主他乐意继续进行啊、我们今天聚会到这里告一段落欢迎留步享用我们的点心、啊、有一个最感恩的事情今天是 Samantha 18岁的生日、啊、我们很高兴能够、有年轻的在我们当中所以我在这边就做一个简短的祝福然后有个蛋糕我们留步跟他一起享用好吗、啊、感谢主感谢主我们普通会问的心愿不过他心愿不能问出来所以心愿是留在他心中神跟你有个彩虹的约生命的约定就是在泪水之后主必然让你看见有一个新的开始因为主不轻看我们的泪水是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就是为 Samantha 他祝福祷告主要在他的生命的岁月中祝你常常与他为伴主因为你的名字是以马内利而且你乐意你跟我们同在所以主耶稣基督你与 Samantha 同在使他知道他永远不孤单因为你的名字的缘故同时你要让他能够在音乐上在课业上跟人的关系上在身体上在他的与人服务的事情上他未来在大学的生活中都因耶稣基督有神的恩宠在他身上而且我们要看见就像今天所说的因为圣灵的工作他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样子我们愿主让他看见这是神的心意使人能够愿意喜欢跟他来往因为有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我们将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 Happy birthday All right 好那我们请刘步祥有点心我们那边也有一些月历那如果你还没有拿到月历欢迎领取我们有圣经的保护套子如果你用得到也可以欢迎拿 OK 愿神祝福你我们下周再会